我照了，我照两张，我就上面。把整个西班牙重新收回那个天主教的版那个版图里面，他把回教徒完全赶走。所以他从这边有陆陆续续打了一些战役，他最后一场在古雷纳打，然后成功了。然后呢，他在这个打这个战役之前呢，就是这些战役沿路就有解救了很多这些被回教徒关监禁起来的一些天主教徒。那被关起来的人就会带那个手镣、脚镣有没有？那个链子把他们绑起来的，那他们就沿路收集的那些链子，他就把它吊在这个教堂门口外面。哥德式建筑的特色，其他的就像那个罗马就是圆的拱，可是尖的在方形的拱，它就是哥德建筑。那这一层，这个回廊有两层，这一层。真正的家就在这里，不过后来这个房子被拆毁了，所以变成这个公园。那所以呢，后来政府盖了一个前，不是盖了，是这个房子要回去，它原来就没有做，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同一个时代年代的那个建筑。
我最爱听的。一条，一百多块，很贵，很小的，哪里卖的？包起来啦。一般来讲，这种各的建筑都会对称的，左右两旁应该是各有一个塔的。可是呢，看到右边这个塔，有没有下半层是黑的？有没有？它上半层忽然间变一个圆圆的顶，就把它盖住了。这种很多情况呢，就是因为当时他们有些新建的军队不行，所以呢，它又不能让它空着，对不对？它只好临时再加了一个盖子，把它盖起来。所以照理说，他本来规划是应该左右两栋都有各一个这种钟塔，而且各位都有发现，这个塔的上半截又不大一样，怎么样？颜色又变得比较亮，对不对？就是不同时期加盖上去的，它本来可能是盖的是方方正正的两个正正方方的塔在里面，可后来它又流行了不同的风格以后，又再往上加盖，所以呢，很多教堂都是这样子，它。世界遗产，然后大家就挤进去，然后饭店不够就乱盖，那把那个它有个井叫水绕四门，就在那里盖一个饭店，然后那个水绕四门就不见了，看不到水绕四门。就后来那个联合国发通知，他把它列为那个濒临危险的世界遗产，你只要再不把它修复好，我就把你屠戮。很难。哇，很多层哎，前面。就一盖五块，小爬手没有得逞啊，因为里面没有值钱的东西啊，五块可以来。